他喜欢木工，作为一种爱好这样。我们结婚30多年，我现在生活上用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做。他最早送我的最实用的是一个发卡，那时候我头发很长，就是做家务这种不方便，我老是盘头。这两个钻子呢，是有一次搞展览的时候，那个筷子料，人家都在磨筷子，他在磨这个东西。后来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嘛，他会拿出这两个，说是那送给我的。那一桌子人就是说啊、哎，你老公太好了。退休了以后呢，体质比较弱嘛，到公园去锻炼锻炼，很多人在舞间、啊、结果呢，我看了他们的剑，我就不喜欢，安全的就听进去了，他就很快的帮我做了这么一把，这把剑太合适我了，就轻巧，这上面呢刻了一个狗头，我手狗的嘛，就说哎，你这把剑都好玩的，哪里去买来的？我说我们老公给我做的。家里修修补补的东西反正都是找他，他会默默地会给我弄好，那么他修不好了，这个东西肯定就不行了。他大概大大小小做了8-9件东西了，我厨房里的东西，刀柄啊，铲子、手柄啊，铲子他这个手柄原来很短的塑料的嘛，时间长了可能都要坏。蒸饭嘛，老是要多啊少啊，搞不清楚。他说你定个量，我说差不多3两。他就找了个毛刷罐，正好3两一瓶，生活就也简单一点。他经常会做一些意想不到的，不是很实用的东西。他送我的东西都是这样偷偷的，不会提前跟你讲。他在那里做东西啊，不会让你知道。我们结婚30多年，几乎是形影不离了。就是他觉得我在身边，他踏实，日常天久了就变成自然的，就变成这样了。